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岛，中方已多次阐明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。我想再次强调，菲方引入中岛系统这一战略性、进攻性的武器，是配合域外势力制造地区紧张对立、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挑衅和危险行动，是对本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、历史和地区安全极不负责任的选择。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，不需要中岛和对抗。我们再次敦促菲方正视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呼声，尽早地纠正错误的做法，按此前公开承诺，尽快撤走地封中岛系统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